刚才吹的这一首曲子叫做《全世界人民一条心》，这一首曲子是由陆金邦先生编配的。陆先生在50、60年代是上海市黄浦区工人文化宫口琴队的领队和指挥。陆先生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，他也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口琴事业。这首曲子。陆先生除了一般的复音伴奏以外，只编进了8度和音。那为了吹奏欢快有力一点呢，我稍微添加了一点大小伴奏，希望大家能喜欢，谢谢。